好，咱接上一视频，12个短针完成了。我们和第一针这里做一个，在第一针上勾一个短针哈。第一针上面把钩针穿过去之后，我们把这个线头拉紧。如果先拉这个线头的话，这一针就不好穿了。我们直接哈，直接在这个短，在第一针上勾一个短针出来。第一针完成之后，我们在第二个针目里勾长针，后面那个线头就不用管它了哈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。在第二个长针，第二个针目里勾4个长针，然后在第三个针目里勾1个短针，然后再在下一个针目里勾4个长针。你是怎么勾呢？一、二、三。然后再在下一个针目里勾一个短针，家人们就以这个方法哈，把这一圈完成，一共是6个花瓣。